么，咱俩干啥呢？哎呀，大妈啊，男的女的呀？这是？孩子别着急，让大妈看看啊，让大妈看看。哎呀，大妈你别这么看呐，这也不是老刘家那小棚子吗？哎呀妈，好几年不见出息了啊！你刚才又不吱声啊，真容易出事呀、啊！你可是拉倒吧，你连男女还没整明白，还给他当主持人，你该干嘛干啥去？这。又美又浪的给大正啊，你是说二大妈我呢吧？你呢就随便夸，可劲的夸，我绝对扛夸，你咋夸我都不教呢。二大妈呀，啊，我还没说完呢啊，我说呀是没骨头没肉的，谁能长那样？偶像，偶像，木偶形象，简称叫偶像。你就说木偶形象就得了呗。哎呀，柱子，哎，要说这事儿啊，提起这木偶戏啊，咱村那是最有名气。但不知今天演的是啥戏呀、啊？咱不演十七大八的，也不演三岁小儿郎。夕阳正红唱夕阳，来个老怪也疯狂。扭筋骨把腰晃，人到老年精神爽啊！